不紧张。哎呀，我坐着挺好的。哎，我们今天又来了北京了，看我儿子、我儿媳妇、三子，我是高兴。我儿子多小动啊，我儿媳妇就是村里啥，她会找我做饭，我做饭也不会做，她就会老咱那吃个枣子，我就包个枣子她吃，别的我就不会做。枣子，枣子，枣子，你不懂吗？肘子，包枣子。饺子啊，我这很高兴，很高兴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对，特别念个特别少词，懂吧？少词，山东话，少词，孝顺。哦，孝顺。有些方言啊什么的，那您媳妇儿她听得懂吗？听不懂。哦。有时候那个她说话我听不懂，我说话她听不懂。是的。那你们怎么交流呀？我也不会普通话，有时候慢慢听，他才能听懂了。还挺好玩的，其实。